他怕外人知道这栋房子，所以他着急吞并文春里，不惜放火烧房。但偏偏只有这栋房子他不敢动，因为这里面，埋着我爹。别想那么多了，歇会儿吧，喝点东西。冯小姐，别太勉强自己，你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要去文春里，大晚上的，谁呀？这是谁呀？开门。我要进去看看，这里面年久失修，不安全，我先派人进去看看。一起进吧。你们两个去门口看着，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。是，是这儿吗？去检查一遍。里面除了几张破床之外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哎，去车上歇会儿吧，这里留给我来处理。我在想，如果秦水根在这里杀了人，他该怎么处理这个尸首？当时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租客，他肯定不敢大张旗鼓地去挖土。他必须非常安静和迅速地把尸体藏起来，所以他肯定先是出去了，把彩票兑换成了钱，然后再回来把这个房子买下来，把其他的租客全部赶走。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必要再花功夫转移尸首了，所以这个房子就
就是近水根用来埋人的坟墓。姐夫说那人同他长得非常像，觉得很有缘分。是不是叫金水根？名字记不起来了，应该是个泥瓦匠。强，对了，一母曾经跟我说过，那个跟我爹长得很像的朋友就是做泥瓦匠的。强，阿文，哎，查看每一面墙，看看有没有空心墙。好，快去。在这儿。墙面是空的，做好准备了吗？咋？身上找到的应该不是你的，是你弟弟的。15年了，从我们搬到文春里，带我去金陵读大学，整整15年的时间，他却一直都在我身边。我从小就恨他，我就恨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爹。这么多年，我都以为他在某个角落里面苟且偷生的活着。怎么也想不到，这15年的时间，居然一直在我身边。他是要回家的，他把弟弟的长命锁都买好了，我爹他是要回家的。找到他了，他不会怪你的，他不会怪你的。你找到他了，好了，时辰。
大少爷。来了。大少爷，老爷好像做噩梦了，一直在叫。上次医生留下的镇定剂呢？哦，在库房呢。快去，我现在去取。大小姐，大哥，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你们快去睡吧，方焕明天不是还要试婚纱吗？大哥，你同我讲实话，爹现在这个情况，我现在结婚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放心吧，到时候我会让爹如期参加你的婚礼。你们快去睡吧。你别过来，都是你逼我的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呀。嘉尚他来了，你要守着我们荣家，杀了他，杀了他。他是谁？是阿和吗？我明明，我明明把他封起来了。照顾好他。报社吗？对，我这儿有个天大的消息，是关于荣氏老宅藏尸体的。对，如果你们想知道，我给你们详细说一说。进来。大少爷，不好了，文春里出事了。刘少来了！刘少早日查清真相，让逝者安息。谢谢。荣少爷，你看一下，认识吗？这尸首如何认得出来？我听说在你们来之前，记者已经把尸首弄出来了。谁知道是真有藏尸，还是有人栽赃陷害？荣少爷，还有一件奇怪的事，我们在尸骨的嘴里发现一张纸条。
王探长，这张纸条能由我带回去吗？毕竟这也是欠我爹的债，我得回去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这个纸条我一看就是新的，想必也是有人弄恶作剧，也不是什么正经的证据。钟少爷，你拿走便是。好，多谢王探长。来，把尸体给我抬走。是。这次能找到你的生父，也算是了了你的一桩心事。只是接下来你怎么打算呢？秦水根对我家人做了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，我是一定会讨回公道的。那你回上海了，龙家上知道吗？可能知道吧。那你不打算去见一下？以我们俩现在的关系，还是不见得好。身体没事的时候也没见你天天来尽孝，又来了干什么呀？您还记得您借出过这笔钱吗？这纸条哪来的？你只管回答我，这笔账是不是你当年放的？谁弄的？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当初您为什么执意购买文春里的地皮？文春里出事了吗？的确出事了，整个文春里都翻修了，为什么唯独那栋老楼没有动？韩国叫来，快去呀！现在大清早的，赵叔还在梦里，有什么事情由我来处理就好。这秦水根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欠了我们家的钱？为什么欠了我们家的人命？还有那栋老楼，那里面究竟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儿子，不能让任何人踏入老楼一步，不能让任何人动老楼的一片瓦。儿子，老楼动土之日，就是我们荣家衰败之时啊！恐怕已经迟了。迟了。昨夜，有人闯入那栋老楼，敲开了墙，发现了里面的尸首。那尸首上
还有这张纸。现在大概全上海都在刊登我们荣家出手的鸡宅里藏着死人。爹，你告诉我那栋老楼是我们的命脉，却没有告诉过我那命脉里埋着死人。不可能。纸条我已经截下来了，但是死尸的消息已经藏不住了。你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如果我们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，请你提前告诉我，不要等到外面传得满城风雨，我却蒙在鼓里。到时候我想帮你收拾烂摊子，却无能为力了。太太，你快来看一下，这外面好多的人啊！好像是记者啊！哎呀，进来说说吧，吴少爷。他问我们几个问题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太太，不好了，太太！哎，太太，您看报纸。文春里发现。这，赶紧吩咐下去，这前门后门都给我关牢了啊！告诉他们，今后除了采买的人，一律不准外出。少爷已经吩咐下去了。好，你赶紧通知方丽放话呀！哎，少爷人呢？他刚刚出门解决这事，现在应该是在商行里。好。报纸上是这样，报纸我也看到了，不要担心。你要是觉得记者们烦，就带着孩子们去城外的别墅住一阵子，反正也快过年了，这件事情年前就可以平息。哎呀，我倒不是怕记者，我是觉得报纸上含沙射影的，说什么我们故意不翻新，就是为了里面藏尸体。还说什么？我们其实早就知道里面有东西了。报纸为了哗众取宠，什么话都乱说。这也是对手用来重创我们荣家的手段而已。那这上面还说什么巫术、秘术？说我们荣家就是靠这个发家的。好了，别听他们胡扯。我现在去商行开会，会和家上好好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对策，照顾好自己。哦。最近听说您还有一房妻儿。你听谁说的？太太赵叔，而且说他们是病死的。没有，
那是我兄弟的。白氏的那一对儿女是你兄弟的，那他现在人在哪里？你们再也找不到他了。你亲手做了什么？那人到底是谁？你们再也找不到阿和了。陈秘书，少爷，你现在派人去查一个叫做清水根的人。好。文春里，吉宅变凶宅，发现死尸，住户们纷纷要求退款，并状告荣氏商行。自消息播出，荣定坤至今未曾露面。卖报了，卖报了！先生买报吗？拿张报纸。先生，过来张报纸，谢谢。巡捕房请了位西医，检验过尸体，说人是被杀死的，可荣家不承认，说是仇家栽赃。早年呐，一个码头半数船装的都是荣家的大烟和军火，光卸船的伙计就百十个。仇家就数不清了，杀个个把人埋在墙里不算个事儿啊。哎，荣定坤至今也没有出现，听说中弹受伤，已经半身不遂了。哦，话又说回来，最近荣家也邪门的紧，自发家以来一直出事啊。是是是。刘二小姐，您是不是真的被绑匪掳走过？他们有对你做什么吗？大哥，刘二小姐，请你回答我一下。刘二小姐，刘二小姐，哎，刘二小姐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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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刘大少爷，刘大少爷，我知道错了。下次再让我看到你，就不是扯胶卷这么简单了。啊，是是是，滚！是。防盗的电网是摆设吗？啊，这种人都能进来，下次仇家进来，是不是能把我们荣家杀得鸡犬不宁？大少息怒，小的立刻去救。大哥，家里现在闹得沸沸扬扬，我听说商行也出事了，咱们家不会就这样就完了吧？放心吧，有大哥在，我不会让荣家倒下的。来来来，车来了，车来了！楼上，楼上，刘少爷，刘少爷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回答我几个问题，让一下，刘少爷，让一下啊！站住，走这边。刘少爷，你别走啊！刘少爷，往退。一连四天，我们的股票刚开盘就会跌停，今天老股东们都来了。说让您给他们个交代。他们来的倒真是时候。哦，对了，文春里售楼处的乡里刚刚打来电话，说有八成的买家都要退款，不然就要打官司。
您看这个事儿，把南边屯丹那块地卖了吧。您的意思是要退的让他们退，全都给退？具体的细节你来安排吧。现在这情况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个解决办法的，这可不行啊，净给我添麻烦。你怎么来了？你爹呢？我要见荣定坤。是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躲在儿子后头算什么？是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各位叔伯，稍安勿躁。我爹受伤，在家休养。今天的股东会议就由我全权代理。诸位如果有什么问题，直接和我说就好了。既然如此，老头子我有话直说了。现在我们商行每况愈下，进退维谷，外面对我们商行的风评更是一落千丈，都是因为你们荣家那些乱七八糟的私事。既然荣定坤还躲在家里不出来主持大局，那我们没有必要耗在这里了吧。对，我们退出董事会，把之前合伙的钱按比例退还给我们。对，退还给我们。我们退出董事会。没错，退出。退出董事会。我爹当了这董事长20多年，从来都不曾亏欠过各位长辈，如今只是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危机，各位就吓破了胆自顾逃跑了。诸位长辈顺风顺水过了这么多年，倒是没了当初风里波浪的斗志了。哎，你说这话是何意啊？我们辛辛苦苦打拼了这么多年的心血，现在眼看上就要成为浮云了，此时不明哲保身，难道还要与你们同归于尽不成？是啊，就是。晚辈看过各位历年分红的账目，你们只拿分红不做事情，还仗着自己是股东的身份为自己谋取便利。我爹从来不和你们计较，如今荣氏商行遇到了危机，各位长辈过河拆桥的速度真是让晚辈刮目相看。商行最近确实出现了一些危机，倒也不至于拆伙的地步。几位老哥想卖了股份回家养老，倒也是能理解，但别太过，容易伤了兄弟情谊。诸位都是家上的长辈，我管理商行这一个多月，少不了大家的指点协助。这商行既然姓了荣，那我们荣家当然要多担待一些，绝对不会亏待各位元老功臣。如今各位功臣自求进取，我没有办法勉强，但是我荣家上只有一个要求，希望各位长辈念在与家父是兄弟一场，卖我们父子一个好，股权让我们优先收购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们。爸，少爷，王探长来了。晚辈还有事，就先行告退了。诸位长辈，好好考虑一下。少爷，少爷，您好，谢谢。荣少爷，探长，恭喜啊，你们清白了。啊，你先坐。好，什么情况？前几天有个老寡妇到我们警局报案，她丈夫的坟墓被人挖开了，里面的尸体丢了。我一问，那具尸体的身高和文春里的一样，我就马上派人去查了。最后发现，老寡妇丢了的尸体和文春里挖出来的那具尸体是同一具。哦，尸体的纸张就更不必说了吧，纸张崭新。那肯定是后来有人写好了塞进去的，所以整件事就是栽赃。对了，探长，荣少爷，这个我不能要，这是我该做的。我是想请探长帮我个忙，这个钱呢，这个就交给那个丢了丈夫尸体的寡妇手里，帮她重新修建坟墓，让她丈夫重新安息。荣少爷，您放心，这钱
我一定会如数转交给老寡妇的。好。那这事儿就让他这么糊弄过去了。横竖也是让荣家元气大伤了。荣家股票大跌，生意受损，可这钱也没有进你的口袋里啊。再说那荣定坤杀人夺产，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啊。早晚会知道的。冯小姐，肖小姐，今天是除夕，七爷在理查饭店包了桌酒席，等着你们去开席呢。走吧，宝莉。再见，再见，坐好，魏叔，辛苦你们了，再见，辛苦辛苦，再见，再会啊，下次再见，再会，好，再见，哎，好，老弟啊，大哥知道你有能力，现在虽然麻烦缠身，没关系，钱嘛，大家一起赚，多谢了，哎，走了，少爷，您稍等一下，我这就把车开过来。时辰，披上大衣来。时辰，新年快乐。七爷，嗯，送我回家吧，该回去了。想好怎么跟他们坦白了吗？相信他们会理解我的，迟早都要面对。七爷，姨母这边还麻烦你帮我多照顾几日，等我安排好之后我就接她回家住。好，放心。阿文，哎，去冯家。好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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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嘉上，先生，你下手也太狠了吧！尝一丝爱的余味，恨却刺痛了蔷薇。细雨伪装的眼泪很美，你要是打不开心扉，有谁知未来的路，月儿不必人孤独，独坐等清风一树海藏红啊，与你共舞又会一刻痛苦，记忆中会留下你眼睛里的真，秋风也带不走好重的落叶，小小的城，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记忆中会留下你笑容里的真，秋风也带不走无辜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人心是小小的城，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彼此毫无疑问，时光留下逃出我们，就是注定相爱的人，珍惜的人。